感觉很像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除了搞笑的参赛团体，多半都有带一些意义来参赛。搞笑的也有自己本身的精神意义啦。啊，有啦有啦有。还有求婚的耶。求婚的就令人感动，他在五万人的祝福之下，这算是一个很盛大的求婚。因为开始有替他紧张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险是好消息。好险是 Yes I Do。而且女朋友也哭得泪流满面，泪流满面，感动，非常感动。我小心你们的记忆要卡到我们的墙面了。它上面贴张纸写什么？你不觉得很呛吗？你不觉得很呛吗 ？Amber Lee， 谁是 Amber Lee？ 我是他们的朋友吧。但是做的很可爱，他们记忆是用海龟的前脚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卡，他的记忆做的很像《无敌铁金刚》里面敌人的坐骑，阿修罗男爵的坐骑。哦，我的年龄可能跟你有点差距。没关系，还会有人有共鸣的，有共鸣的。我回家。好，小心帐篷的碰面，然后我们请队长出来一下，帮我们做一个访问。队长，这个飞行员感觉位置很高，哎，应该是目前最高的。他要爬到那么高，没有吧？对啊，这感觉是目前最高的。来，队长。好，小心帐，深呼吸，一口，两口，三口。机名是什么？你们的机体名称？我们是莱阳不输贵，我们的飞机名称叫飞轮海龟。飞轮，你说什么不输贵？蓝洋不输贵。你宜兰的蓝洋吗？没有，就是 Blue Ocean 的蓝洋。哦，蓝洋不输贵，蓝洋。那你们的创作理念是什么？哦，我们就挑选了台湾，其实可以看到很多特有的海龟。等一下，队员都会披的这个是我们真的一个组员 David， 他去基隆岛的基隆和平岛公园潜水捡的海飞的垃圾，所以希望在这个好玩的活动还是可以有，就是让大家对于环保再多想一点。对，非常棒，非常非常好的创作理念，非常有意义。那你们准备好表演了吗？我们准备好了，然后我要在这里shout out我们的设计师 Amber Lee and Finally 拥抱颜色鄙视，然后创意油管 ，Let's go！ 他解答你的疑问。他解答我疑问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摄影师们要小心哦！来，左边的束带还没有解开，请队员们帮忙一下。飞轮海龟，完全没考虑头重。是的，要小心头部跟颈部哦，驾驶员。这一组是要提醒大家对于海洋的意识，准备好就出发吧。飞轮海龟，飞轮起来吗？飞，等下怎么多了一个人下去了？怎么有点大声啊？有点大声，还好吗？等一下，是多一个人下去没错吧？请问刚刚是多一个人下去了吗？两个人下去了。评审老师，评审老师，你们看到的是。